我们拍了一个 MV。这是礼物本身吗？不能吧？不会是你们俩创作的一个短片，就是礼物本身吗？两位艺术家，你看这个画质也不太像吧。Hello， 是这样子的，我跟星城我们两个要去录毛血旺，然后我们要给毛毛跟雪琴准备礼物。经过我们就是商量了很久之后，我们决定说来花市逛一逛，看有没有什么好看的植物或者花买给他们。迟到了十八分钟的张老师现在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开始正式开始逛。买啥了？你们猜，你们猜。一个根的像钱串子一样的。啊，对，那就是钱，就叫钱串子。对，这个寓意好。那这些。我们家那边钱串子是一种昆虫，很多很多脚的那个。这钱串子挺贵的，20块钱。20块钱，老板，我们去隔壁再看一眼。都没花，嗯、但是买了根冰棍儿，5块钱买了个冰棍。预算20块，5块钱就被他花了。哦，这是地瓜吗？对啊，是不是很像地瓜？烤红薯，檀香木。哦，这个很香。哦，哎，简单粗暴，发财树，发财树老难养了。老板说放那儿就能活，苹果，像小苹果，苹果树，平平安安。这不就留悬念吗？你这个按理说三番四抖啊，你这嘎嘎嘎，嘎嘎嘎，你现在就扑，先扑了啊，最后得有个炸的吧，最后掉字儿了。这样，金丝楠，这个会。一个这个是430，这个老板说买金丝楠送那个钱串子，然后送钱串子再送一盆小多肉，买一送一送0.1。好，再猜一下。我觉得有你俩把我赠品给我俩了，完了把金丝楠木搬自己家去了。哎，怎么对我们的人品研究的这么透彻？应该不会这样吧？那得是啥人呢？说的就是我们这种人。我也给我们送两个冰棍吧，就是我手上拿的那个，对呀、啊，苦咖啡，苦咖啡是让最好吃的冰棍儿。那我们揭晓吧，揭晓吧，揭晓吧，我看看，看看，不在这视频里揭晓哦，没有视频揭晓，没有视频揭晓，就喜欢你们这种，自己来还自己带素材的，哎呀。哎呀，真好！没有，这个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这个叫节外生枝。这是节外，对。哦，这还挺可爱的。这个是竹蜻蜓。哎，这也挺可爱的。这是我选的。别说，真行。对，这是我俩。谢谢谢谢。这个是我们俩一块带走的。我们要带走。胆小，这能送你们这吗？哇，不会真的拿了那个？这是钱串子，全拿来了。10块钱的钱啊，这是送的。这是送的钱串子，这个送的也是送你们的。哦，谢谢。那真的好像。祝你们发财。谢谢谢谢。然后呢，最后我们选这个东西还是选了一个比较实用的，就是名贵木材。对，对我刚查了一下，金丝楠木大概成长周期在100年左右吧。我们送了一个幼体，50年能形成小幼体，然后100年左右能开始长这个木心，开始长木心，开始用。啊，这是个幼体。哎，这是430那个。啊，谢谢。哎呦，这是最贵的，瞅瞅人家拿最贵的。对，金丝楠木幼崽。一会儿再对比咱俩刚才的嘴脸。太棒了。哎呀，真是。刚刚那个多肉那个失望的表情。你别说，这小多肉也不错。给你们搁哪儿？你自己挑远一个地儿吧。我觉得还是得要点阳光。要点阳光。人家这俩是不是要带走？这俩你要带走吗？这俩我们一会儿带走。摆着一点不让拿走。那个赠送的0.1也要。我觉得摆着也不错，挺好看，点缀一下。谢谢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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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两位。那个咱们点点食材吧，不然待会儿中午来。你最擅长做哪个菜？我都行，你们想吃啥？你别都行，你最擅长做哪个菜？不是，他真的都行。你吃过吗，张哥？我没吃过，但我听说他啥都能做。那个毛血旺里炒了个鸡蛋。毛血旺里炒一个鸡蛋？对，桃花坞。桃花坞。吓死我了！我说在毛血旺里炒一个鸡蛋。但你们不知道。趁你们俩不在的时候，晚上来这房子给炒。但我们可以边备菜边聊，对吧？可以啊，做。我想知道你们收到最无语的这礼物是什么？测谎仪，就你要说谎，他就咬你。对，你要把手放。我以为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哦，我昨天晚上啊，在家里陪妈妈。那得开一会儿机啊，这对。大山，你昨晚干嘛去了？陪妈妈呀。大孝子，这两位大孝子。来，雪琴，你昨天晚上在干什么？我昨天晚上在工作。等一会儿。哎，他这个皮，哎，我没，他没咬我，不是，他这个叫 biting fingers mode， 对、啊、是要搞这个，不是，他有这个电流的，电的，
啊，他真能测谎、啊。对，他有电流。他就拿那电流电你，就纯看人品。对，纯看人品，纯看人品。来，我昨天晚上我在陪妈妈。哎，说谎了，他咬你了。真的假的？你看这么准吗？我整到毛骨悚然，毛骨悚然。我试一下啊，再放哪儿？放这儿是吧？对啊。你昨天晚上和前天晚上在干什么？昨天晚上在陪妈妈，前天晚上也在陪妈妈。哎，你看，没事儿，到你这儿，你看。心疼啊，你不真诚，你真的。你昨天晚上在干什么？骑自行车。你怎么笑？骑到几点？骑到几点？骑到九点多。九点多没干别的？骑自行车吃冰淇淋了，我还。哎哎，咬你了。我真骑自行车，说谎了，不只吃一个冰淇淋吗？行了，说谎的人要吞一千根针。你把它关上。关上，太吵了。我说实话，我以前以为这种狗都特别凶，结果它这么……哎，我刚说完你哼啥？它睡觉打鼾吗？打，比一个成年男子打鼾吗？哎，但我上次见到孟姐那个狗，那啥狗？它博美。啊，比他打呼噜声大多了。他打呼噜大的时候你没听着，牙不是很齐哈。小时候没保护好。你为什么老要皱着个眉头？他就算褶少的了，还有些品种比他褶还多。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是住也住在一起？住隔壁。对，我是那就是说就是一个楼。你毕竟说住一起容易误会。住在一个没人误会这种事，建筑物里一个同一个建筑物，但是对，就是一长条里头。你看上去是从小当班干部长大的呀？小时候我不当干部，不班干部，当干部官干部。对，我小时候当校干部。哇哦！我小时候管什么呢？管娱乐。我是宣传委员，我画板报的。你俩真行啊！这是他画画真有天赋。是他写毛笔字还行，从小练毛笔字，没从小画画，你俩从小琴棋书画，是，是有点优秀，但我们在学生时代并没有这种感觉。其实以前一直都是一个觉得我只要装作我不努力，我这事儿干不成，我就是我，因为我不努力，我是一个这样子的人。直到上次那个拍戏跟那个星辰在一起，我们那个戏里有一场打羽毛球的戏。然后星辰就是说他就是我们收工之后去练一练，他或者说他想找个教练教一下，然后我就说不就一场戏吗，你这个会打不就可以了。然后他说那既然有机会做这个事情，我就想把它做好啊，一下子就给我启发了。因此而讨厌他吗？没有一丝都没有。没有，我只是就是嘴上会说我真是烦死张星辰了，干嘛就是老是把人比的，但是就是其实内心上没有那么就是。后来我也没找教练，没找教练没时间。对，没找，但你这句话给我启发了一下，开窍了。你有机会去学习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确实是可以培养一个爱好，或者你把它去做好。你都弄了，对吧？是，我是就是干就得干好嘛。对啊，干不好，别人肯定。他不就一样吗？对啊，这不都一样吗？这不都理解？是啊，水型什么那个 MBTI 啊？我 INFP 啊。毛毛呢？他跟我一个字母是 ISFP。你是 INFJ。我是 ENFP。我俩都是 ENFP。很异的两个人，很异。我好像没什么能让我们俩尴尬的事情了。不是我异不异，取决于我睡没睡好。你今天算睡好的状态吗？我今天一般，毕竟我昨天晚上陪妈妈。大孝子，大孝子，陪妈妈了，陪妈妈，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情。天哪，好感人啊！行了，现在网上已经对我误解够深了。大家对你有什么误解？不是，大家说我妈管我事儿特别多，其实她喜欢平啥也是吗？其实吗？其实呢？其实啥也不管。其实只管你练毛笔字。她就有时候会说，我说你我有时候我弄，我就说你别叨叨我。网友怎么会知道呢？就编嘛。哦，他是想象的，想象的编嘛。帮我洗一下什么？洗一下我的微博广场。什么？是什么？啊，昨天是啥？怎么回事？他昨天他又说烂梗，他是一个那种就是很多烂梗的那种谐音梗。反正说有一个人特别说洗得很干净，我说那行，你过来帮我洗一下我的微博广场。哦，你的微博广场还不行啊？对，一般也挺好的，一般。但就对大家对星辰确实是还挺误解的，感觉像是他像是那种学生时代那种学习成绩又好又优秀班干部那种老干部这样一起长，感觉也不像啊。主要是因为 你刚刚已经跟我聊半天人设了。你很优秀，但是你并不是那种感觉的那个。但你确实是很优秀。
哎，别给我累这人设了，我真是。不不，我们在学生时代不属于那种很风光的人设，对吧？不风光，不风光。对啊，那谁风光啊？那时候风光的人都暗淡了，现在已经暗淡了。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可是你们学校里不都是风光的人吗？不，他风光有更风光的。有那种小师妹看的就啊好帅师哥那种，但先生就不算是那种。我小时候就想当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后来发现你纯粹不起来，只能玩玩点抽象，只能玩抽象。啊，是说舞蹈生还得上秤吗？老上秤。上秤会会会，每周一上秤，这周你胖多少，然后你就开始爬把杆。啥叫爬把杆？把那个脚搭到把杆上，然后爬爬爬，从这头爬到那头，从这头爬到这头，就爬到这儿。当时学生时代那种胖瘦就是很快的，他可能今天多吃一点点，第二天就胖了，但是很快就会下来。但是老师不看着，他让你全身缠满那个保鲜膜，然后穿那个暴汗服，就是那种不透气的那种面料的。然后你去大夏天去那个门口跑，要跑的全部里头湿透，然后第二天再称，可惨了。哎，什么样的舞能稍微胖一点？现代舞吧。然后民族舞也还好一点，对，民科是要求范儿，就是范儿得好，对，然后身高什么的就没有那么，对，你像什么古典舞和那个芭蕾比例什么的，就是比例是一切，而且他就入学的时候会测骨龄，就是女孩站直嘛，从臀线开始量，哪是臀线呢？就是你这个屁股蛋儿，量到你的这个脚后跟这个地方，有个骨头这块，然后再从你这个屁股蛋儿量到你的脊椎第二节这块，中间这块，它就是量说你这个腿的这个径长的比例得比这个高13到18，有的20。那学跳舞的技巧和演戏能互相转化吗？我觉得不行。啊？就肢体啊？因为我觉得肢体，首先你能展现肢体啊。我觉得不行。我觉得不行。我觉得反的。哎呀，我会收是吧？你觉得太大了？对，就像我小时候出来的时候，人家说你一看就学跳舞，所以我得学驼背。对，有时候比如说那个舞台的那些学太多了，他在那个影视上面他就得收很多。是是是，他得往自然。所以现在好多那种没有学非科班的演的反而很好。但你们俩现在就是拍第一次拍演情侣吗？演好兄弟、好朋友。不是，他这个剧情跟我们俩现实情况有点像。也是两个好朋友，认识很多很多年，一起上学。然后中间有一段，比如说步入社会之后，步入社会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当在剧情里啊，我是调到外地去了，我们有两三年就是没怎么联系，然后我又调回来了，就这样。然后现实生活中就是有几年，就大家各拍各的，也见不着，都在各自剧组里头。然后突然一下有个戏，就是，但我觉得真挺巧的，那会儿是我们俩还没有这戏之前，突然有一天在飞机机场碰到了。有天在飞机上，同一班飞机回来，对，然后就后面稀里糊涂的，稀里糊涂的就拍了个戏，就又拍了个戏。那看上去是在拍这戏之前，你俩已经不太熟了，还真是有点不太熟了。那段时间就确实没有不熟，就是知道对方在干嘛，但是没有就是见面啊或者出去玩之类的都没有。到最后你俩也没有成为情侣，最后有那个剧里是成了，但最后集中在最后几集，我们接的时候还没有给到后几集剧本，说在调。然后我们看到前面全部都是那种好朋友之间的斗嘴呀，没有提到感情，我觉得这多好演呢，就我们就正常演就行了。就我们生活中啥样？对，当时没给后几集剧本。进组之后拍了有几个星期之后，开始后面剧本陆续发给我们了。我一看，肉麻之极。王老师新来学校，这个侧眼机位拍的有点侧。没事，刚好露出我侧颜嘛。张哥45度侧颜的，还给你们以为他做错了，哎、实际人家提醒呀，人家就是找好角度坐那儿的。你们哎，现在不正脸了吗？这不就是。你看看，要、哎、你还回去吧。那我等会儿就这么做。张哥有点这样了。哎我能为你做什么？那个，我食材帮我打开呗。行。你在家做饭吗？从来不做。我都没有家。哎呀，那你太有点……那你在哪儿陪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妈妈。这样妈妈不行，你得给妈妈一个家呀。然后把这个肉和肉丝放到那个碗里。我先把这豆角摘了吧。哎，你们要哪天都在北京，可以来我家，我给你们做点好吃的。可以呀、啊，这个实在是太有限了，我可以给你们烤肋排吃。你说哪个家？南部的家。南部的家，能来吗？我觉得你做饭我还不来吗？哦，你做饭我就来了。行，闻着味儿就来了。哎呀，我怕辣的，你能过去点吗？我真的怕这个洋葱辣的。哎呦。
这可不能让狗吃了。猫。哎，它没事没事没事，我看着呢，我也养狗。来，给我滴点水里头。哇，你这水滴的挺欲拒还迎啊！再滴点来，我靠，你这滴的，滴的非常害羞。对，害羞草。有点胶州阉割那个范。对。递我个筷子。你一会儿给大家助助兴，跳个鬼扯腿。走开。啊。你给大家助个兴，跳个库马拉来。哇，前两天你看那个总校那个运动会，跳库马拉没？没看。我刷到了。好看，百人库马拉，百人库马拉，一上面一操场。啥是库马拉？库马拉一个藏族的传统那个舞蹈，就是全中国只要学民族舞的都会库马拉。哎呀，王姐做点心好吃，哪天？哎呀妈呀，今天给你们整个下午茶。真的，我太喜欢做饭了。你说说，你也不昨天做完之后带不陪妈妈了吗？大家昨天哪只陪妈妈了，可忙了。你是又滑雪又看牙医是吧？还正骨，还正骨。哎呦我天，给他忙的呀。对，我生活中喜欢给自己找很多事儿。其实我也喜欢找事儿。就是希望别浪费这一天。我跟先生属于那种本质上现在说的叫什么高能量人呢？你俩都是吗？我俩都是。他高能量，我没啥能量。操，你没啥能量吗？我是挺活泼开朗。行，那咱开整吧，开做吧。你看他，太逗了，太逗了。这玩意儿太好玩了，他一抬头，那个背上全是褶。哎，不行。哎，你真的，你把人3-3-3-4-1，你为什么把人照这么丑呢？我也不知道。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我是故意的还是有意的？这个洋葱微微发甜，哦，最后一个菜非常快。你就拿正点油啊。我不喜欢放油。哎，早知道你放油这么少，我感觉我早上起来我就别洗脸。你已经很油了，你的个人气质已经是油物了。行，差不多，给我拿个那个盘子呗。哪盘子？还大啊，这个应该就够吧。来，我洗。不用吧，他们家不都很干净吗？冲一下吧。那把水擦一下。我不知道放不放得下。好嘞。这个，哎呦，金城快帮我个忙来。你这俩是分开炒的呀？要先分开炒，它不然它那个两个熟的度不一样。好，可以多加点吧。那里头有蒜吗？有那个已经拍好的蒜。有有有，给我拎两个丢里头。没拍好，我拍一下。没事儿，有没有皮的都无所谓，咱自己吃。拍的可以。好，等你了。但这肉丝看着真不错。我帮你煎锅吧，我帮你煎一下。行。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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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一点没翻面啊，还是这一面。起火。来吃饭。哎呀，这看着真不错。可不吗？这个虾高低给他们留点。哎呀，这不得录一下。好，干杯！干杯！你看这桌子菜，好吃吗？行，尝尝。只有这个菜了，真挺会做呀，王姐。家常菜是手拿把掐，是这么说吗？是，手拿把钻，手拿把掐。手拿把掐，对，就掌控之中。对。学习毛毛平时在北京吗？在呀。在。没看吗？昨天一个骑车，一个录节目。咱俩陪妈妈。咱俩陪妈妈。我在 KTV 陪到3点。哎呀！哎呀！
你妈体力可以、啊、阿姨精神不错，阿姨太爱唱歌了主要是。对对，哎，那毛毛的新专，那毛毛的新专萌萌去，谢谢谢谢。最近露营了呀张哥哟？哎呦，上哪露营啊？哎，就夏天到了，到你的领域了。喜欢露营吗？啊，喜欢。嗯，他好喜欢露营。哎，要不咱一块去呢？哎呀，我的妈！去啊，上哪呀？露营是要在那住吗？他不爱露营，不一定住。嗯，就去吃个摊儿，摊底下吹吹风，也有电风扇，然后拿个冰箱。那、嗯、就当天去，当天回。你来。我最近正好有点喜欢钓鱼，我们可以一起去。先去。玩路亚呗。还玩路亚呢你？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林一他那个玩，他教我的，他告诉我怎么弄。我是渐渐能感受到露营这个事儿好玩的。真的，你之前你基本录节目死都不能接受露营，是不喜欢人多吗？我嫌很麻烦。你说去一个地方，然后我以前理解不了，就为什么大家在那儿吃一顿饭，挺有意思。对，换个环境嘛。还有你不觉得就是呼吸这个空气，会觉得自己现在觉得了，特有存在。我觉得人还是得接触点自然，嗯，看一看树啥的这些。真是会觉得到那个生命力。对。